老公去喝酒，大晚上还不回家，看我今天来吓吓他。拿出我在隔壁借的衣服，扔在门外制造现场，把衣服裤子扔得越乱越好，然后用玩具熊做一个假人躺我身边，然后再把门反锁起来。现在就等老公回来上钩了。月亮，月亮，月亮，你干什么呢？你怎么回来了？你睡觉锁门干什么？你不是出去喝酒了吗？喝酒几点了我还不回来？你家姐你喝酒喝到半夜才回来吗？我提前回来不行啊！你回来你给我打个电话，给我讲一声啊！我回我自己家，我还要给你打电话。你干什么了？你锁门？我睡觉了。你睡觉？啊！你让我进去，我还睡觉。你等我一下，你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啊！等一下。又干什么？又干什么？怎么又把门锁上了？你干什么了？给你2000块钱，你去给我买桶泡面吃。200块钱去买桶泡面。剩下的留你跑腿费了。家里不有泡面吗？我要火腿，假火腿的，你去给我买一下，我饿了你。你快去快去啊！快去快回，快去快回。干什么了？怎么又锁门了呢？买泡面。不是我的衣服呀，不对劲。开门！我又咋了？干什么了？你去给我买泡面去呗。买什么泡面？那什么？那谁衣服？那不你的衣服吗？这是我的衣服啊。那不是你的衣服吗？你睁眼，你讲瞎话，这是我的衣服啊。你去给我买泡面去，我饿了你。让我进去，快点，让我进去。你进来干嘛？你去洗洗去，洗洗再进来，去洗洗再进来。进去。你让我推你干什么？这什么？啊？逮着了吧？你逮着什么？都逮着现行了，还不承认？还不承认？还嘴硬？还嘴硬的？我猜什么？我做什么了？我是自己良心讲，可能对得起我。我怎么对不起你啊？你可能对得起我，你自己心里清楚。我清楚什么啊？我哪里对不起你？你天天哪点不出去喝酒，一喝喝到半夜啊！你可想我的感受，把我自己一个人留在家里面。我可不想熬人的状态是吗？啊？我做错了啊！我没有做不对不起你的事，反正。我出来，出来啊！你干什么？哎呦我的妈！在你面啊，脑子乱七八糟你啊！你没有事，你搞个熊干什么的？你让我搞个熊干什么啊？我就跪的。在外面的衣服谁？衣服谁的？有人不知道谁的？我说你敢做那种事，我你看你又不敢出去了。笑，我问你可敢出去了啊？可敢把我自己一个人住在家里了啊！这大冷天的，不给点我睡觉，你干什么啊？来睡觉。啊，睡。不是我睡。